警报设假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陶中原肯定是在试探你，叫你赶紧撤呢。我不行，请茂明到时候，我不能撤，太危险了。我要跟陶中原斗下去。还有，我要先把小灯红救出来。这怎么行啊？陶中原马上就要回来了，你不能在这儿久留回暴露的，就这样，小灯红的事我来，你赶紧回去，我把他送到根据地。那我在哪儿吗？没有，根据地进山了，估计他没有找到。好，那我先回去，你一定要见急行事。我知道，赶紧回去吧。 小桃红，我是来救你的。快跟我走，外面有人接应你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问这个？快跟我走吧，去找花文春去。啊，快点！司令，慢点。 陶司令辛苦了，受伤了，没关系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司令，这回要不是林副官，可就惨了。林副官的身手可真是了得，一当是打死了好多胡子。哦，那这个伤是？司令，林副官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。胡子趁你不在的时候去江里打了一架，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干得好！怎么样，司令？包头这一趟收获如何呀？走，进去说。 去的很及时啊！廖司令很生气，他打算把刘家岗的副司令给撤了，把他的部队都拉到我这边来。真的？廖司令说：“这叫杀鸡给猴子看。”陶司令，有廖司令这句话，你还怕啥？是，这棵大树，咱不能不靠啊。其实我也知道。 廖司令是想利用我的力量，跟他的对头共产党作对，那咱就顺着他呗。是呀，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伤着骨头。我没看错人，关键时刻你就敢往上冲。陶司令，胡子也就是虚张声势，要真是跟他们打起来，他不是咱们的对手。那当然。 我有情况要汇报，说吧。小桃红要逃跑，被我的人抓住了。哦，还抓住一个人，是接应小桃红的。谁啊？赶牛。那你给我好好审。是。
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听说了，小桃红要跑，给抓住了。还有这个，难道真是？我没看错，还演了一出苦肉计，把我当傻瓜了。小桃红咋处置？你先别管他，那个叫赶牛的得给我好好审，我就不相信撬不开他的嘴。林副官怎么办？等着吧，就等着他自己现形。到底是谁让你救小桃红的？是我。你他妈嘴硬，你再嘴硬！你他妈！石亮，做过伙计，我不把你当外人。告诉我，谁让你干的？你说了，我立马就放你走。陶成元，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你他妈拿我当三岁小孩呢？啊！这么嘴硬啊！说，谁让你干的？是我，是我。谅你也没这个能耐。耳朵，让林副官去见我。是。陶司令，林副官，这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，不用我来告诉你了。这两天我不在，你可是这个院负责安全的。是，恕我失职。一句失职就算完了？我听候处置。我要处置你，也得有真凭实据啊。告诉我，要放小桃红的事儿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这抽屉里的东西是不是你拿的？怎么，不说话了？是爷们儿，就敢做敢当。陶司令，爹，你干嘛审问林副官？你出去，这里没你的事儿。谁说没我的事儿？小桃红是我放的。你放的？对，我看不惯你老欺负他。再说，我还想听小桃红唱戏呢。胡说八道！你把爹当孩子在耍？司令，赶牛咬舌自尽了。这个赶牛死的正是时候啊！你们俩走得很近，关系一定很不错吧？陶司令，你要这样怀疑我，那我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赶牛救小桃红，这事儿我一直都不知道。爹，放小桃红，是我和赶牛串通的，
跟林大哥没关系。两个不相干的人都要救他，这话骗鬼都不信。你要不信就算了，我还不想说呢。别走，告诉我，这干妞是咋跟你联络上的？他来咱们院子送草料，跟我说的。他说他想救小桃红，我就答应帮他了。就这么简单？他有没有进这个屋子？哦，进来了，我让他进来记账。爹，这屋子丢了什么东西吗？丢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。这个干妞是共党的探子。爹，你说啥呢？干妞怎么会是探子呢？他不是车马店的一个小老板吗？一个小老板能有这么大胆子？葛连长到，你把他那个车马店给我封了。是。什么都没收到，报告，什么都没收到。把门给我封了。落到陶中原的手里，就落这么一个下场。干牛死了，我接着干。大龙，姐，我知道干牛是干啥的了。他是帮着二虎一起闹革命的。这个干牛，他咋不小心一点呢？陶正元，你啥不觉得？干牛，你不会白白送命的。我要把情报弄到手，然后杀了陶中原，为你，为春桃，为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人报仇。是个好日子啊，二当家的领着大伙儿，这回收获不小啊。来，我敬大伙儿一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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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三当家的呢？我去看看。哎，叫来一起喝嘛。兰姨，你还能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今天是你的三七，我想就这样陪着你，就跟你活着的时候一样。
陆毅刀叫你去喝酒，我不去。我要在这陪兰姨，真想不到，兰姨是个这样的死法，她差一点儿，她就杀了陶正远了。我给她买了一条围巾，让她戴上，她说她舍不得戴，要等到过年才围。我怕她冷。 我就把我的围巾给他了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他要的，就是我围巾上那朵梅花。他是个病人，我怎么想都想不到，他怎么能够把麦烧打晕了，抢了他的枪，围上我的围巾，直接闯到了陶家的警卫连。他是想冒你的名，让陶正远尝尝一朵梅的厉害。 可是他送了自己的命，快过年了，别净想这些伤心的事儿了。是啊，快过年了。想家了？我没有家，我的家散了。 老天爷对我真不公平，那就跟老天爷叫板。兄弟们都是因为老天不公才聚到一起，都是来跟老天爷叫板的。这不是我要的日子。春桃，你想要啥我知道。 我会帮你，春桃。有些事情我猜也猜到了，你不容易啊。我们这些人上山，无牵无挂的，可你不一样啊。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也无牵无挂。 告诉我，那回下山，到底发生啥事儿了？兰姨死了，你也想变了个人？我不想说了，也什么都别说了。兰姨死了，你也想变了个人？我不想说了，也什么都别说了。以前，再苦再难，都觉得那个日子离我很近。我只要伸伸手，我就能够到他。可是现在。 不是了，我越伸手，那日子就离我越来越远。你受惊吓了。 我不是说赶牛，我是说你的胳膊。啊，虎子斜行着呢。司令不打算收拾他们吗？要收拾他们也得把他们引下山来。磨盘山，山高路险的，再多的人去攻，哈，恐怕也难。 等等吧，等到刘家庚的部队合并过来再做打算。不过这个廖司令啊，他说是最好不要先去惊动他们。其实廖司令的主要对手还是共产党。对呀，根据地存在一天，对廖司令就是威胁。
你那兄弟去哪儿了？走远了。哦，是吗？他要不走，还能去哪儿啊？怪不得人家说，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啊。老兄，小桃红他跟春桃一样，倔着呢。 你说我这人怎么进好这口啊？尽找这些难以驯服的女子，可是这些温顺的女子我又看不上。不过小桃红啊，要比春桃好，至少她没有把剪刀对着我。不下了，我们说说定亲的事儿。 司燕她一直缠着我呢，我看咱们就把这事儿给定了啊。这严大人那儿你也不必去请示了，这是我家的私事，我说了算。怎么？你还有想法？啊，没有。我在想，大小姐是不是心血来潮啊？ 我的闺女，我知道。这丫头，她要是看上了谁，她就会一个劲儿走到第一。陶司令既然这么想，那就办吧。好，虽说不要大操大办的，但是家里人坐下来也得好几桌啊。耳朵，耳朵。 陶司令，我去叫。不，要不你帮我到九里香那儿去跑一趟，告诉他备两坛子好酒。来来来，报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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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板娘，陶府要两坛好酒。啊，林副官啊，哎。 好酒在后院呢，来，请。二虎，你咋来了？是大白天的，没人知道咱们是兄弟，是陶正远让我来的。那你也不敢这么冒失，敢牛不就是因为哥，你敢干吗？有啥敢干不敢干的？哥敢。那好，城门外的那面墙脚下。 有情报我都放在那儿，你挑水的时候捎带看一眼，只要有情报你就送一趟。行，哥记住了，你放心吧，不会耽误事儿的。陶家我是出不来了，这两天盯得很紧。咋了？出啥事儿了？这么急？陶正远让我跟大小姐定亲，你答应了？答应。二虎，人家都跟哥说，哥一直都不信，你滚！哥。 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没法在陶府待下去。那还待啥？赶紧走啊！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不能走。这还不叫万不得已？你想等他啥时候？哥，陶正远最近有可能要行动，我得把最重要的情报拿到手再送出去，这情报真的很重要。我问你，离婚还有几天啊？小年那天。小年那天，定了亲了，你可就是陶家的女婿了。到那时候，你想走就走不成了。 我有办法，你有啥办法？哥，在我心里，只有春桃一个女人。哥知道，可是二虎，春桃已经没了，死了我也认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哥心里真不是滋味儿。 这件事儿，千万别跟任何人说，就让他们认为我跟大小姐已定亲好了。这你放心，打死哥都不说。还有，你去一趟固阳，第一，告诉他们干牛牺牲的事儿；第二，告诉燕政委我这边的情况。定亲的事儿我还可以应付，只要情报一拿到手，我马上撤。记住了，根据地已经改变了，不在刘家头头了。啊？你说啥？根据地进山了，在村东头的刘大舌头家。 坏了，咋了？大虎，大虎肯定找不着这个地方。
年轻人，有事儿。师傅，能给口水喝吗？行。来，霍氏。谢谢。从院道来的吧？再给拿个馍去。不用了，我喝口水就行。行，来。师傅，你这要帮工的吗？咋看都不像个下苦人。我不要钱，你给我口吃的就行。行，我找关吃关住。谢谢师傅。打狼去了。狼？在哪呢？让我吃了。你小心，狼崽子会找你麻烦的。我不怕。站！站！站！哎，林大哥！老爷，你真把我弄糊涂了。你说这，昨天你差点就把林副官给抓了。哎，今天你又让她当你的上门女婿，这不是很好玩吗？可是我觉得，老爷，你还是应该相信林副官。我不相信他了吗？我都压伤了自己的亲闺女。有些事儿吧，就是赶巧了。这路上你跟我说那两件事，可巧回来全让你给赶上了。也是啊。不过，到了还是没有说清楚。他让我屋里看花，那我就好好看吧。我要看看这里面包的是什么货色。可大小姐她，大小姐这么爱他，我就得随她的愿，是不是啊？林大哥，一个定亲就把你吓得一脸官司的，要不算了，我跟我爹说把定亲取消算了。别胡闹了，你真的这么想？我逗你玩的，好不容易盼了这么一天，就算有人给我做金山银山，我也不会放手的。林大哥，我是不是特别固执？你不是固执，你是太固执了。夕颜，怎么了？有话要跟我说？你会怨恨我吗？不会啊。以前你不理我的时候，我怨你恨你。不过现在不会了，你很快就要成为我的亲人，我不怨你，也不恨你，我爱你。严先生，啊，师傅，哎，给对面刘掌柜送过去。哎，师傅，打听个事儿，川坝村咋走啊？往南走，进山两个时辰就到了。谢谢啊。
哎，你是不是在跟踪一个人？没有啊，我要撒的谎，天打五雷轰。 大少爷，你怎么变成小铁匠了？管不着。师傅，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了？问路的。哎，你俩还长得有点像。他打听啥了？说是要去川坝村。八路军的队伍就在那儿，八成是投奔八路去了。 八路军，是啊，我让狗盯着他，就是要看他去哪儿。要去八路那儿，我就把他交给陶正远。知道陶正远是干嘛的吗？就是对付共产党的。你是说他跟一朵梅根？你这个金大龙啊，来历不浅啊。他妈当时就不应该让他下山。柴谷这老东西，总是坏事。 所以啊，我给他这个机会啊，白少，哎，你们也跟我不少年了，现在该派上用场了。有没有这个胆儿？啥事儿啊？干掉一朵梅。大哥，我害怕。你害怕？你害怕，他就得干掉咱们。 知道有什么事啥人吧？早晚得起饭。那咱先干掉刘胜，拿一朵梅干啥的。都得干掉，我都得弄死。先让他们乱，先让他们乱得一塌糊涂，咱乱中取胜。大哥，那你说，咋个乱法？春桃，这磨盘山你不能再待了，你得走了。刘胜哥。 你也怕刘玉刀？我怕他，我恨不得一枪崩了他。可现在他还是大当家的，拿他下手得找机会。春桃，我想带兄弟们滑遍。我带着兄弟们滑遍，就得带他们去个地方。 去个亮堂的地方，去个让人看得起的地方。我不做了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不行，你是女人。从我做了一朵梅的时候开始，我就不再是女人了。后山那条路，你摔下去过一次，走不通；前山更不可能了。 刘一刀一直派着岗，他对你已经有防备了。我不走，你不走干啥？明天会发生啥事谁知道？我让福生看得那么紧，刘一刀不会一次次闯到你屋子里。他再来，我就一枪崩了他。无赖能被吓唬住吗？我不想让你为我担太大风险。你放心，我有脑子。春桃，要走。 只有一条路，再想大户，你跟我一块下山。我知道你想你儿子，看吧，再找机会，我再闯一次桃府。不，这绝对不行。有啥不行？刘胜哥，能在这山上遇到你，已经是我的万幸了。我不能让你再为我担风险。 陶府是个什么地方，我最知道了。就算你拼了你的命进去，也未必能把我儿子抢出来。你没看出来，我今天很高兴啊！来，给我唱我最喜欢听的《希望楼》。咋的，不愿意？想你那个亲哥哥了，是不是？
小桃红啊，你到桃府来这些天也耍够了吧？说到底，你是个戏子，我娶你当姨太太，那是抬举你。呸！你还来劲了是不是？陶振远，你别欺负人。我欺负人？我欺负谁了？我让你穿金戴银的唱几句戏，这就欺负你啊？你说的那戏我不会唱。不会唱，唱别的。你别拿眼睛瞪着我，唱。思燕，这么晚了，站这干嘛？等你啊。我知道，我爹不让我跟着你，可是我就是不放心。我能有啥不放心的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哪不对劲儿，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。咋这样想？我爹又在欺负小桃红，逼她唱戏。林大哥，等我们俩定亲了，我们俩就走吧，走得远远的，再也别回这儿了。陶司令，怎么了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咋了？这臭婊子，差点把我舌头咬下来！哎呦，哦，这个不要脸的戏子，祸害起老爷来了，看我怎么整死他！要不要把柳大夫找来？是。臭家白啊，这个媳妇儿，把他关起来，永远不要让他出来。无论如何，我得帮大伙一把，把小桃红救出去。桃府防守森严，不能蛮干。我只有向陶正远求情。进来。燕政委，外面有个叫金大龙的来找你。大龙，快让他进来。是，请进。大龙，燕政委，是你啊？快快快，坐坐坐。小王，去弄点吃的来。是。大龙啊，你来了。赶牛呢。燕政委，赶牛已经牺牲了。赶牛是为了救二虎，要不然的话，二虎也没命了。那二虎为什么不撤呢？二虎说，他要拿到一份最重要的情报之后再撤。哎呀，这个二虎子，都什么时候了？燕政委。我听我弟说，他说自己可以周旋得来。陶正远现在正在张罗着让他和大小姐定亲呢。要说那份情报也确实重要，可是我们也不能让二虎牺牲的太多了。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。这样，你回去告诉二虎子，让他见机行事，那份情报能拿则拿。拿不到，也不要蛮干，不行了就撤回根据地。嗯，我知道。燕政委，赶牛牺牲了，赶牛干的事儿，交给我来干吧。大龙，欢迎你参加革命队伍。现在的形势十分紧张，陶正远勾结日本人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燕政委，你就放心吧，赶牛和二虎能干的事儿，我大龙干得了。明天一早我该去哪儿呢？去根据地，只有半天的路程，就可以到那个亮堂堂的地方了。
才敢跟着我哥。我哥随时都有危险。不行，我得回福原给他们报信儿，让他们防着刘一刀。是。